巴黎奥运会、世界杯、名创优品、Snoopy， 你敢相信吗？单造这家企业一年能设计出2000多款杯子。自有品牌在欧美市场卖的比膳魔师还贵，他是怎么做到的呢？库迪曾经拿下2届世界杯的订单，您觉得咱们库迪的这个优势是在哪里啊？你看，这个是小王子，那个时候他不是在看台上啊，他突然起来，他的辫子就有风嘛，那就飞起来了，然后他们就抓拍到这张相片，你看，马上就传给我，我们第二天就样品到了卡塔尔了。第二天就有订单了，我们在这反应能力和设计方面就是很强大的。按你暗示的奥运会我们是独家的，整个法国都是我们独家，是没有第二家的。我们这个产品已经去年7月份就开始出货了，要卖到今年的7月份就整整卖一年。但我们家的杯子也不便宜啊，我们家杯子都是要卖20几美金一个，算很高级的。膳魔师在美国很便宜的，膐魔师在美国应该就12.99块我记得。你们公司2018年就上了那个自动化设备，就说明您是比较有前瞻性的一个人。就您觉得就是要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？我是比较前端的人啊，我们应该要跟着时代走，所以我必须要为了我后10年的发展铺好路。我们连现在包装纸盒子都是机器手，这都是我们的 5D 机，相对讲也是要通过 APP。 我现在这个 APP 导入到这个是电脑嘛，我把这个文件导到这个电脑上就马上可以做了。你看现在就在做啊。这个是不是比人工做的会更好？比人工做的又漂亮又没有折痕度，然后做出来效率又漂亮。